整个的系列啊，实际上是放在所谓的五四百年这个大的 title 啊，就是因为明年就是五四一百年嘛。是。那事实上呢，今年也是1918年的话，一百年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一年啊。是。那么这一百年的这个整个世界的变动非常的大，这个在这个 context 底下呢。今年的5月4号啊，这个习大大了，我们的习总书记啊，在这个北京高调的举行庆祝马克思200周年诞辰纪念，是这个让世界相当的这个诧异，说怎么会这个马克思一下变成了只有在中国那么高调的庆祝这一个而且是号把他这个说成是千年的思想家啊，而且呢还把习近平自己啊有这种宣传说是现代的21世纪的马克思就是习近平啊，这样子的一个相当奇特的一个变化啊。那么所以的话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如果从1918年到这个2018年，当然一百年中间这一点呢，刚刚好是1968年。对，而1968年呢，实际上你要再看中国当时是文化大革命相当高潮的时候，1966年正式开始，然后到1968年还是相当的热。那个时候啊，在国际上啊，也掀起了一片。这个响应之声，这个是让世界相当奇特的一个变化啊。比如说就是刚才主持人您讲到的所谓的巴黎五月，所谓的次色五月，或者是 May Paris 啊，1968这个五月风暴啊，这个五月风暴呢是可以说是震动了这个全世界啊。因为那个时候在那个年的五月啊，好像全这个巴黎全部的人都解放了，工厂也可以自主，这个了，学生也都是非常妇女也妇女也解放了。那这个的话呢，是一个很这个大的这个文化事件在当时，在政治事件也是，我们知道后来很快的就造成了这个戴高乐总统就虽然赢得了右派赢得了在6月就赢得了大胜啊，反扑回来。可是呢这个当时啊上街游行的人都高举毛主席的像啊，就是等于说我们要学习这个法国人民，法国人民要学习这个学生要学习文化红卫兵一样啊，中国也支持法国的革命，对，也中国在各个城市都举行支持法国这个人民斗争的这样子啊。这个法国当时是非常突出的，在美国也不得了。美国我们知道，当时的话呢是有这个极大的这个反越战的这个行动，因为从这个1968年1月底2月有所谓的那个春节攻势以后啊，美国人就知道这个越战呢已经打不赢了啊，那时候就反这个詹森总统，詹森总统就是我们叫叫。大陆叫约翰森总统，约翰森总统那个时候3月31号就突然宣布他不再竞选了，选大概也太困难了，那选也很困难，但是他自己说他为了要好好的处理这个越战的问题，所以他不选，这个是很大的，因为约翰森总统在美国的总统里头啊，他是这个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个，而且是真正的改变美国的很多的基本的这个
这个像人权法案呐、啊，还有那个投票法案，都是他手上能够通过。那个是极其有权势的一个人，结果居然在三年以后连第二任都不能够再任总统。然后我们知道四月初，这个马丁路德金就被刺杀了。这个是民权运动的这个等于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领袖啊。是。然后我们知道，再过几就是六月六号啊，这个罗伯特甘乃迪总就被刺杀了。他是正在竞选民主党这个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啊，他是Jack Kennedy， 就是肯尼迪啊总统的弟弟啊。那么所以的话呢，他被刺杀这几个事件呢。爆发了以后，然后我们就知道有芝加哥的那个民主党这个大会在八月间就吵得一塌糊涂啊，这个使到最后尼克森总统居然就在那一年就当选了的这个是在美国历史上1968年是一个战后的重要的分水岭啊。那实际上呢，在不只是在这个美国、法国这个所谓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了，在这个拉丁美洲有很多很多的军事政变呐、啊，还有这个像巴西的话，原来也是左派很高潮迎接这个文化大革命，但是到十二月就一下子就被推翻了。在当时的话呢，还有的话就是1968年的时候，我们知道捷克在这个1961年呢，就有了所谓的 Dubček 的叫做 Prague Spring，就是布拉格之春的运动，自由化啊、自由化的运动。这个自由化的运动呢，实际上就是说，苏联的这个强加在这个东欧的这个体制啊，我们可以用比较叫 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 就是杜布切克这个总书记啊。他号召呢，就是说我们实行共产主义，实行马克思主义啊，不必要那么样子的，像斯大林一样那么凶狠啊，或者是这个，我们可以把它有这个有一个左派，但是有人性的啊，这样子的啊。可是呢，这个运动呢，我们知道也是在那一年都是非常的影响力非常的大。到了8月20号的时候，这个。苏联终于这个无法忍受，就派坦克车进驻，就是开进了布拉格，就是硬是把这个。所以那一年的话呢，到了十月的时候啊，那一年刚好是墨西哥的奥运会在举行啊。那个时候墨西哥呢也是里头学生运动啊，什么受到这个文革的影响啊，工人运动啊，都风起云涌，也搞了好几个月。最后呢，这个当时的总统因为又要开了，就是要开这个奥运了嘛，所以的话呢，为了这个奥运这个顺利召开啊，就下令军警啊进入大学屠杀学生，大概屠杀了大概1000人左右啊、这个在世上大家都不大知道这件事情了，现在根本忘。但是那个事情呢，对这个墨西哥的政治是有很深刻的影响的，也那同时也可以是文革的这种国际风暴之一。对对对，当然是这个啊、这个里头之一。但是我们看了啊，不管我们刚才讲到法国，这个是最出名的，因为法国是有革命传统的啊，是也是这个马克思发表这个共产主义宣言的这个之地啊，然后法国在19世纪的社会主义的这个各种的运动都是名列前茅，巴黎公社啊什么之类的啊，所以的话，法国的这个五月革命啊，这五月风暴啊，是对于这个马克思诞辰150年，我们要知道。今年当然是诞辰200年，那1968年实际上是马克思诞辰150年啊，所以的话呢，这一个就跟中国的这个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好像是重新高举了一个马克思，就是不同于社会主义，就是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可是也不同于这个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当然他是反资本主义的，可是呢。
他可以在这个社会主义另立情址，好像走出另外一条人类的新道路这样。这个呢，这其实我们知道文革，我们这个台湾的人像我的出来，我们当然搞不清楚。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在台湾在搞什么吗？嗯，在蒋总统啊，老蒋总统啊，就是说我们要复兴中华文化，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做。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这是对付这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大复兴。但是因为台湾很小，所以而且那是纯粹右派的活动，所以大概大家现在也不提什么文化复兴的运动啊。可是呢，在国际上来讲，美国的那个右派，不，美国的学运啊，或者是这些基本上也有相当的所谓的 liberalism 的这个影响，就是有左的这个味道啊。那么这个当然这个法国啦啊，还有你比如说像捷克是东欧，对不对啊？那么然后的话呢，在拉丁美洲的那一块也是很大的。这个的话呢，甚至我就后来讲的就是爆发墨西哥的像天安门事件的一样的这种大屠杀，那个屠杀是很惨的啊，是啊，那个打到这个里头，所以我这样讲的话，就是把这个在这五十年的，就是1918年到1968年是五十年啊的一个，然后1968到现在是又是一个五十年。是，结果现在我们来纪念马克思，或者中国跟当时的文革的这个景象有多大的差别？可是两个人，毛泽东也是高举这个马克思的最新的这个人类解放的这个目标，那是要解放全世界的啊。现在这个习近平说，我们等于是把这个马克思最新的版本，最有向全世界要推销中国模式的马克思，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对照。这样，好的，谢谢孟璇先生为我们做的这个铺陈呢。